哈哈，哎，这个不是荔枝哎，不是奶鸡哎，不是荔枝哦，那是什么？这个杨梅木有很高的维他命 C， 它可以平衡人体的酸碱值，对女孩子吃了以后会补血，男孩子吃了以后养生。好甜哦，嗯，因为好多汁哦。像我们杨梅现在好，吃起来就很好吃。对呀，它这个时候是不是出产杨梅？ 杨梅的产季是农历的4月8到端午节。我看你这里好像很多哦，总共我们这个园里面有多少棵啊？总共2500棵啦。哇哦，2000多棵，好多。哇，不止这样嘞，全台湾看得到这种品种的杨梅苗，几乎全部都是从我这边出去的。哇，你看，冰沙也有，还有杨梅汁，哇，还有沙拉嘞。哎呀，这个是蛋挞的感觉，哎呀。 也是很好吃啊。嗯，没办法，因为我们年纪大了，在这边种种树啊，种种这些，然后朋友来就很高兴啊。对哦，也可以给别人走动走动啊，这样也是还不错。不会的，你看你的体格，对，这个够下好的。哎呀，要保养啊，所以说我们种了水果的话哦，就是要重视养生啊，而且就把这个杨梅已经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做法了，再开发出更多更新的。哎，研究一下哦，太棒了，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一般的往来吼，那几条你50块，啊，阮那介绍当地好的，先一支用袂到100块。计两三百出来哦，你种偌济？种10几架，啊，一年交生产70万粒左右。有遐济咧，啊，你有做外销去无？内销都无够啊，要做外销。 哦，啊那安尼有影有穿就对了，内销都无够啊。日本人伫遮就咧种王奶啊，种种的了，应该运转去日本进贡哦，日本天皇家。这块地哦，哇，啊那来这块地哦，真肥哦，算作这块来种这上适合就对啊啦。对啊，啊就是种到王奶好食，伊才会讲讲要哦，日本天皇家。哦，无怪哦，期待食看伊滋味甚么款。赞嘞，很老啊哦。来，哈哈，食看卖下子。 哦，水很多啊！哦，你这样子，这个煞水，哦，做甜你的甜度偌济啊？20-20度，啊，就是一定爱在长鱼，你才会香，啊，才会甜。朋友啊，你敢捌听过？一款树啊叫做四命树啦，讲会用个食，会用个摸，啊嘛会用个啉的，而且佫会当顾身体。这款四命树是说，诶，你有听到声无？ 来，看麦啊！红头厝三仙台，美丽的海花。哇，赞赞赞赞赞赞！哇，袂歹哦。 那即空了就会当分哦。无空嘛是会使啦。无空我哪会使？会啦。无空就会使。啊，对。有影无影？是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即个无空啊。 这，这也分，这也分了。有影无影？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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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唱就唱到嘴焦，嘴焦就吃鸭子啊。哎，你这样做是鸭子唱呢哦。对。哪有迄条？啊，迄条顶头呢色，哦，落落来。迄做正的还袂啉的吼。哦，迄个用多上济哦。用多。原来啉水用鸭子饮，其他的部分拢会当用。干干嘛呢？国话呢？方文讲叫做生命树。生命树就是这。